嗯，江晨，谢谢你啊，你让我把我的茶叶放你这寄卖。没关系，曼妮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现在需要销售渠道，就是我这小咖啡馆，估计帮不上你太大的忙。没有，已经帮了很大忙了。别客气啊。 你好，需要来点什么？来杯咖啡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刚推出了一款新的绿茶，口感非常的好，我试过。你要不要尝试一下？不用了，谢谢，咖啡就可以了。好。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慢走啊。您好，需要点什么？来杯咖啡。嗯，好。咖啡好了。您好，您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空山茶？慢走啊，不用了。 要袋咖啡豆吧。你看这绿茶，是我托茶社一个朋友推荐的，现在非常受欢迎，业界的口碑也非常好。刚刚泡好的，你尝尝。啊。怎么样？嗯，口感确实不错，很清香。 难怪这么受欢迎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茶。这是什么品牌的茶？我回去也做做功课。这个品牌可真不得了，这就是大名鼎鼎。你的贡山茶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名副其实的好东西。顾佳，你要有信心。嗯，有信心。 加油！谢谢江晨。去上班前过来看看你。吃过早饭了吗？没呢。那要不要我陪你吃个早饭？要。 你还想不想回北京了？我听你的。要不然我给你租一间公寓吧，你一个女孩子老住酒店不好吗？你不要心理负担那么大好不好？我现在有收入，可以让我继续在这生活下去，我也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呀。你总住酒店，又做不了饭，老叫外卖，对身体也不好。 我住酒店还是住公寓，我都嫌，因为你说你心里有我，老公。哎。 我刚接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上次我一直谈的那家酒店，你记得吗？嗯。他们要换供货商，说可以把我的空山茶放在酒店的客房里。如果这条销售渠道稳定，那我就真的可以帮你减轻压力了。特别好，老婆，我相信你，你是最棒的。嗯，哎呀。 我赶紧跟村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把货备足。好。天哪，这房子也太大了。快看看，喜欢吗？ 还有厨房呢，以后可以给你做饭。天哪，哇，这房子我太喜欢了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不会，你喜欢就好。你踏踏实实住着，我付了一年的房租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这儿是不是离你公司也很近？ 那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。是的。
今天九点之前，我必须得走。啊！好吧。吃饭了？马上就好。你也太厉害了，什么都会。我也是边看边学。我就喜欢看你的手。手有什么好看的？因为它能设计出最好看的烟花。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呢、啊、都比较关心，能出现在我身边的姑娘呢自然就会成为焦点。不过你放心啊，到了单位之后，我的办公室呢在一楼，你的办公室在二楼，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工作关系，不要把咱们这层关系带到工作中去啊。这点我要提醒你了啊，要有分寸。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恋人关系呗。我们什么时候定的这层关系啊？啊？不，那相亲之后了，我还愿意见你，你也还愿意见我，这不就表示不，再见面的意思是表示可以继续相互了解、相处看看，然后才能考虑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再相处看看是为了考虑什么时候结婚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相亲步骤。这不是我的步骤呀。您的办公室在102，我带您去。新来的。你好，我叫高玲玲，我爸爸和你妈妈是老同事嘞。我爸爸在那个泌尿科，你妈妈就在那个科室隔壁。哎，我叫周依然，我大表弟啊就是你小学同学。你妈是我妈的舅表姨母。我没有要占你便宜的意思啊，咱没亲戚关系，但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呀。咱也不是外人，有空一起聚一下，好吧？按辈分算啊，你不应该叫我刘姐，应该我叫你舅表姨才对。来来来，你的工位在这儿，来来坐。谢谢。我们都知道哈、啊，这小张主任的眼光啊高过头顶啊。今天一见到你啊，才知道这些年他在等什么了。不是的，我和他没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刘姐，您看我先做点什么工作呀？啊，没事儿，你刚来，先熟悉熟悉环境啊，不着急。哎，你早饭吃了没有啊？我家里带了紫米糕，你要不先尝一下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爱吃什么跟我说啊。真的不用，自己吃吧。是，热腾腾的锅贴，多吃两个。我这也有好吃啊。那你，我这热麻的，趁热吃啊！你自己吃好了，自己吃。冷的不好吃，哎，好。啊，谢谢啊。赶紧吃吧，啊。嗯。那个，会务接待你会不会做？我以前做过商品的 preview， 应该差不多吧。太好了，明天啊，有个大集团的老总。带着手下呢，说到咱们这儿来转转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合作项目，顺便再参加一个楼盘的剪彩。你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负责一下接待工作？没问题啊，来这么多天了，终于有个像样的工作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本项目凝聚了衢州政府和智胜电子的智慧和汗水，下面有请各位领导为我们剪彩。
您先稍等一会儿，送您去机场的车马上就到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您记得我？嗯。我老家在这儿，我就回来了。没想到能够在这里碰上您。您先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车到了再告诉你。那天他生日宴上我就看出来了，这姑娘是逃回来了。别逃，逃跑是最没用的。回吧，我要关门了。我记得之前梁正贤告诉我，你是在 M 店做销售。是的，后来我就辞了。我们集团前一阵子把 M 店给收购了。要是我也能理解，陈玉这人吧，面瘫、嘴笨、没情趣，整天黑着个脸，就跟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一样。嫂子，我真挺佩服你的，能忍他这么多年。我要是个女的，分分钟把他给踹了，不可能等到现在。就拿上回孩子没了的事说，背地里上蹿下跳，瞎忙活，帮人背了半个月的班，求人帮你安排早点手术。说就怕多耽误一天，你的身体多受一点累，结果怎么着？等你真休了病假，这傻子给人替班去了。他没跟我说呀。他还跟我妈那儿问了好半天，说煲什么汤补身体，有什么注意事项不能做。后来我问他，我说你煲汤了吗？他说你妈来给你煲了，他压根没上手，白问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假聪明？蠢吧，真蠢。还有前阵子网络暴力那事儿，跟个大傻子一样闷头在家找线索查证据，整整三天不吃不喝，还不是靠这个社会人帮了他。你们家住址不是被人肉了吗？家里被塞进了癞蛤蟆，特臭，硬拉着我东奔西跑替你翻案，家里面的鱼都顾不上，死了好多。陈宇对他那鱼多上心谁不知道，在他那儿还有人比鱼更重要，我倒是开了眼。嫂子，虽然你曾经是我嫂子，但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嫂子。陈宇今年走了背字儿，工作上也被排挤成咸鱼。我听说我们老家电视台有空缺，只要他能回去，立马就能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。谁能想到呢？我们哥俩竟然是他陈宇先混不下去，要滚蛋了。